双方举行了演员沟通。
就如前球不是市政顧問習本權所講，統一歸零嘅暑期作業會令學生每年少一個半月嘅追求創新、自我精進、破裂自我知識嘅機會。因此，我哋應該取消暑期作業，真正咁將安排暑假嘅權力還翻俾學生，等佢哋可以尋找自己屬於自己嘅興趣，活出一個唔止限於學業嘅童年。最後，我想引用一句。當學生已經立咗成學業於學業上，要佢哋捨棄原本用於自主發展、發掘興趣嘅暑假時間，嚟做毫無成效嘅暑期作業，你係咪依然值得呢？多謝各位。
交代方向交代得十分之清楚。有可能咧，佢嘅第一個論點咧就同我講話，我哋今日要不斷操練，但係咧佢咧又同我講話，我哋要用創新啲思維。咁究竟係操練定係創新思維啊？其實一方冇諗過方向，我方向嘅方向係咩咧？現時操練式作業咧係有問題嘅，點解？因為啲學生佢哋根本就係咁大嚇。係啦，我有方向下講問題，究竟你而家方向係點啊？啟發式教育。係啦，咁有方向，你今日論點一同我講，你要不斷操練，不斷操練，咁樣先可以用類似式咁你嘅論點如何嚟啊？係咪先？可能方向第一個論點唔係話要不斷操練，又話俾你聽，雖然你通過有嘅必要性，因為啲學生咁樣所以確保到啲學生過程同真正學習而好。好啦，有方向咧，今日同我講，我哋確保過程咁嚟。暑假獨特性喺邊度？暑假就係暑假係一個長假嚟啊嘛，過程中老師係唔會理你噶嘛。咁有方向咧，今日做嘢無非就係抌個作業俾學生，咁咧之後老師就唔理佢啦。咁如何啊？到嗰個進度啊？老師咁樣安全準則嘅咧，因為咧暑假咧唔應該有老師嘅。係有長假期，所以咧唔應該有老師嘅。但問題係，今日喺有方向底下，呢啲所謂嘅假咁長假期，如果冇老師，係咪啲學生就好似咁樣放？好似係啦，有方向底下，有冇老師先？暑期作業，暑期作業有冇老師先？佢哋喺放喺做完啲假，做完暑假之後翻到學校。係啦，我哋有方向今日同我講，今日咧老師咧喺過程當中督促住佢哋嘅進度，確保住佢哋有啲問題咧即時糾正。咁有方向呢個論點係唔成立啦。咁點解啊？你今日又同我講中間唔會有老師，你翻老師俾佢。咁中間過程我哋點樣確立佢冇錯啊？點樣確立到佢自主嘅學習？點樣確立佢係啱嘅？我俾有方學取消曬功課嘅時候，啲學生翻到學校可以同老師話：哦，我做咗好大二課，佢又可以算係做咩？躺平咗一隻發汗，最呢個就係有方學。係有方學今日問題就係、是、正正就係你依家做緊嘢就係咁樣啊！有方學今日做緊嘢就係、是、老師冇得做，我翻去就同佢講：哎呀，我做咗咩嘢不對，我仲冇人知道嘛。咁有方學根本咧就係、是、做緊嘥咁少學生時間，做啲多餘冇成效嘅嘢。因此咧，今日咧有方學嘅六點咧完全成立啦。再嚟咧就係有方學咧今日咧同我講專題練習，又同我講話哦，學生可以自己搞專題，但係咧六點一又同我講，我係被老師俾我。主題就咁緊有方法係學生嘅老師嘅，唔係咁啲老師可以就咁地話翻啲學生，咁啲學生可以準啦。關於傻學專題，就可能批評咧。跟住我反方風電，反方自由誒派出嘅電，咁咩自由選誒選擇嘅方向？啊，我選擇陳方。好，反方風電發展嘅兩邊先係成長。嗱，點解我覺得方案先？我方案咧係話用啟發式教育，但係啟發式教育唔夠，咁唔可以咁多知識嘛。咁有方案仲要同我哋講話，但係其實我方案咧，其實係可以有老師喺暑假時候俾學生啲指導，所以有可能冇就要留學我方嘅方案啦。如果問翻有方案，你覺得暑假需唔需要學習？需要。係啊，咁有方案咁暑假需要學習嘅時候，你同你暑期作業係可以幫手學習。啊，但係有方案而家咧，根據有方同學生提出，當天會揾到我方睇過，我都同我哋講話咧，原來喺冇咗暑期作業之後咧，學生嘅學科興趣。學術能力都有所下降，呢個係咪就證明咗暑期作業係有所提升嘅學生？今日我方提出嘅係學生。有方同學，你問我喺呢份資料底下，係咪話俾咗你聽可以提升嘅學生學術？唔係。啊，所以有方同學都係反言話，我方已經同有方同學講咗，原來可以提升學術能力。再問下有方同學，你嗰小學生會唔會有一個動力去咁致力去完成有方同學所講嘅嘅興趣？唔會。嚇，有方同學你點樣講會啊？咁而家小學生自唔自律啊？小學生係可以有。有方同學你答我先，小學生佢哋自唔自律？喺佢哋唔自律嘅時候，咁我哋點樣確保啲小學生會選擇去做你所講嘅呢樣嘢？所以你咪需要加強老師嘅幫忙咯。係咯，咁有方學都有老師嘅幫忙，咁但係有方學咁，你覺得而家喺你方學底下，佢唔會有興趣有冇問題？其實係學派幫忙啦，應該係。喺有方學你答我先，喺你方嘅幫忙底下，而家我喺暑假上完全確定有冇問題？有啊。係咯，有問題嘅時候，一件事嘅時候，係咯有問題嘅時候，呢、這個咪就係要學校去幫助佢哋唔開放。但係有方學方案底下咧，佢哋係可以自由選擇去做啲咩興趣。咁有方學呢個係咪就係強制性？我哋睇上嘅唔係學生可以學定，可以自己出去將。咁有方學你答我啦。當學校冇強制嘅情況下，有幾多學生會選擇自己去做你嗰啲培養興趣？都係有興趣嘅時候指導落去㗎啦。係有方學我有興趣瞓覺，係咪可以瞓覺？可以啊。係咯，所以有方同學同呢一樣呢一樣嘢咪講明有方學前後之爭論。再問有方同學啦，你覺得有壓力呢件事係咪就唔應該學習？唔係。係咯，所以當有壓力已經唔係成為取消處境為例。再問有方同學啦，我哋改變咗作業嘅內容，你係咪更加多元化，會令到學生更加興趣？我今日既然我心諗都同意愉快教育，咁咪攞愉快教育。
學習需向未來講一小一小學累積埋我哋會學習出去咗六年嘅知識。我哋因為喺休學兩年間，係分開有暑假，同埋佢有暑假之後，我想問我哋會唔會再集中翻啲知識啊？又會喎。咁可能我當你今日真係有學習上嘅需要啦。咁我想問下你，今日攞啲創新嘅嘅設備，又對你呢個學習出去有任何幫助咧？今日有啲有啲缺乏，或者完全唔識啦。第二，今日有幫我哋講時間管理。我方一陣都同你講，我哋今日有我哋今日學生同埋。我今日學校同家庭作為引導角色，係給佢哋機會，給佢哋選擇，佢俾咗佢決定自主發展，俾佢哋揀自己嘅想想做咩，俾佢哋探索自己興趣。咁你可能講咩？我哋就要冇老師，我哋就要暑期作業，我哋要一統一設備，俾所有唔同處嘅學生同一作業。我想問有方法，咁呢個係創新支援咩？因為老師乜都唔理，成個暑假乜都唔理，支援我唔理，我哋想做咩我唔理，你想做乜？我想問翻俾你，我可能唔理，我唔敢做。呢個就係有方創新支援。咁今日如果今日有方所講呢個題，今日有方所講嘅支援咁放喺自身自己咩方面啦？而且當話學生同埋家長喺暑假上課引導角色，唔係淨可以提供佢哋對唔同事嘅曝光，引導佢哋去探索自己唔同興趣，從而去發掘佢哋想想做呢個點樣嘅人，幫助小學生要注意我今年嘅角色啊，係話咩？主席，評判同學大家好，你哋會話知唔知學而興趣發展嘅導方式同方處先？香港教育局2021年發布小學生物規劃教育策。推行策略大綱，指出高小學生需要正式指令思想同興趣，先至可以培養佢所需嘅種種技能，能夠善用暑假探索同學生興趣，同幫助學生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唔單止學自己想過嘅人生，能夠做好準備，更加令小學生追求真正多樣化嘅變成能夠全面自主嘅人。而且香港而家新教育底下一個讀書嘅機器，咁今日其實我哋有方法，因為諗咗一份暑期作業俾佢哋，唔俾佢哋自己控制，俾佢分。俾佢分配時間，俾個諗法俾佢咧，就同佢講，佢諗完到你情況就算啦，我諗住監視你情況，我諗住去因為你哋嘅作業點樣去補救，出任何嘅補救嘅時候，呢樣嘢點會係幫助緊學生嘅自主發展呢？第二，親自發展角度，浸信開外同社會共處樂天不滅小學分分點樣點樣進行咗學生狀況調查，顯示家庭關係學生出現不情緒嘅重要因素。且當學當家長每日翻工翻到學生嘅時候，佢哋就更加更可以幫助學生輔導功課，而親子關係時間少之又少。今日小學同學非常好機會去俾學生家長建立一個非常之親密關係嘅方面，俾一個愛，俾佢全人發展，俾佢有幫助佢哋行生一個咁長嘅時間，俾佢慢慢培養親子關係，令佢哋平時嘅忙於課業、忙於翻工嘅日子，可以令佢哋有愛，令佢哋有家庭成長。咁我想問，點樣可以咧？學生各位。例如去電話劇啦，
Thank you.
各位大家好，今日有班同學所有嘅辦法都建立於強行嗰個方案。首先有班同學同我哋講話咧，呢啲填鴨式嘅教育會令到學生有好教育，但我第二個點同有班同學講咗啦，可以有一啲創新嘅方式，可以用好多啟發性嘅方式去教啲學生。跟住有班同學同我哋講話，哦，原來咧你要啟發式嘅教育，咁佢咪學唔到嘢咯？但我唔明有班同學轉變一出嚟同我哋講話，芬蘭係用創意式教育，佢哋嘅教育水平全球頂尖。咁我就唔明白喺香港用呢一個嘅創意式教育，點解香港嘅學生就學？嘢咧，有班同學咧，另外一個有一個方位置就係在於，佢哋覺得原來冇老師嘅時候咧，就冇得監督住啲學生，咁學生都係冇咗。但係呢一個本身就唔係暑期作業問題。咁有班同學，如果我哋喺暑期作業入邊，可能加啲老師嘅指導嘅，咁樣呢一件呢一樣個反動係唔成立咯。仲有班同學咧，好中意同我哋講話，喺暑假嘅時候咧，應該要有啲親子嘅活動。但我哋見到有好多地方嘅功課咧，佢可能每日淨用半個鐘嘅時間，剩翻嘅所有時間都可以同啲家人或者同佢哋興趣，想做嘅興趣可以有啲。咁學校學校可以佈置一啲親子嘅作業，咁樣啲家長同埋學生係可以一齊去做啲作業，咪可以增加親子感情咯。即係有班同學一點都唔明啦。再講啦，因為有班同學咧，其實兩個論點合埋就係兩個字興趣。但係咧，有班同學我哋講點解完全之轉樣，就係因為冇得同所謂嘅興趣。但係冇完呢個世界上完全冇任何一樣嘢可以過到所謂嘅興趣。有班同學覺得呢個興趣係咪所有嘢都應該要取消曬咧？咁有班同學咧，我講公義嘅時候，有班同學如果我嘅興趣瞓覺得唔得？但有班同學又話唔得。咁呢一件事咪唔符合我哋所講話有啲人嘅興趣瞓覺，有呢件事咪唔符合你嘅興趣咯？另外有班同學二個嘅時候同我哋講話咧，暑假應該要休息，但係公義嘅時候主編又認為我哋話暑假應該要有學習，而公義同時咧同我哋話我哋唔可以瞓，唔可以成日都喺度瞓覺，咁我想休息，我想瞓覺呢件事咪已經完全唔合理咯。再講啦，今日有班同學主編出到嚟同我哋講過一個資料，係話樂天會咧入邊有七成嘅學生佢哋對作業肯定有負面嘅情緒，但我方都睇過嗰份資料。喺呢個樂天會入邊咧，我見到學生佢哋只得13.7%嘅學生係對呢啲暑期作業係感到沉悶，又或者感到繁忙。另外咧有班同學講嘅清潔嘅資料都同我哋講啦，原來咧喺有班同學所講而家香港咁沉悶嘅背景底下嘅行業嘅畢業嘅環境底下都只係得唔夠10%人感到繁忙又或者沉悶，或者呢一啲嘅負面情緒。所以我見到有班同學所講現況都已經唔係話太咁高。因為我方而家見到啦，而家香港嘅可能主要上佢哋係過於繁忙，佢哋係填鴨式教育嘅時候，我方係可以提出用多啲唔同嘅方式，用一啲創新式嘅可能多元化嘅教育嘅時候，啲學生就會更加有興趣咯。而且我哋而家見到。而家嘅世界日新月異，可能每一日都喺度變嘅時候，變咗呢啲對於呢啲學生嘅知識嘅要求就會更加高。但我方前面幾個電話都講到咧，呢一啲嘅學生佢哋嘅知識喺暑假唔做呢啲嘢嘅話咧，佢哋嘅知識係會倒退2-6個月，所以咧咁我完全不斷一啲喺知識極高喺要求極高嘅時候咧，倒退呢一項啲嚴嘅情況。所以今日講嗰邊係做得成啊，多謝各位。創新是操練，要溫故知新，定係你就幫佢做創新嘅作業㗎？所以有班同學咧轉變出嚟同我哋講話，今
芬蘭冇喎，佢哋咧冇乜功課，但係都係有，佢都係創新，佢哋嘅學業排名都係全世界咧。呢個咪有乜我哋而家見到創新，原來都係可以學到知識咯。而家再問有乜我哋喺你上司主教之後，你點樣解決呢兩字咧？呢個咁就可以用佢。好啦，有乜我咧？咁首先咧，唔好老口可穿，我有口可穿入頭裏面冇講芬蘭，唔好老口可意思。再嚟第二，今日咧我想。今日有安華就同我講：今日我哋去學芬蘭，我哋去採樹標本，我哋學咗四則運算喎。有安華就講到話：四則運算啦，需要鞏固，但我哋有採樹。咁有安華話：你就正採樹同四則運算有咩關係？有安華採樹嘅時候，我哋咪學到常識，我哋咪學到呢啲新聞知識咯。有安華抌走一轉轉講嘅嘢唔緊要啦。我哋又睇有安華又指示咯，唔夠膽教我哋點樣解決呢兩字咧？呢六個月嘅去嗰度都唔緊要啦。跟住咪有安華，你覺得改變咗呢作用之後，學生會更加輕鬆啦？先嗱，去翻啱啱友方嗰個種花定攞花嘅標本嘅嗰個例子先。今日友方同唔同意你做一個咁樣嘅功課，未必個個學生都中意做呢樣嘢。係啊，即係花我都唔係個個中意問花我。嗱，今日唔緊要啦，你唔回答個問題唔緊要。今日友方承唔承認你冇興趣做一件事嘅時候，你就唔會去主動去做，同唔同意？嗱，友方同你答啦，我唔想翻學，呢一個係就可以唔翻嚟。友方同我而家暑假喎，唔得翻學嘅時候。有冇你冇諗過香港嘅學生真係咁難先啦？芬蘭嘅學生、外國學生同樣做嘅時候，點解你會覺得香港做小升初入去，佢出去户外探索時候都會有問題咧？而家講緊話原來採納樹苗，咁同樣都去户外探索時候，呢啲咪就係培養多興趣，呢啲咪就係培養多興趣。有冇我講嘢有咩問題咧？好啦，有冇同咁嘅立場嘅？有冇同啱啱同我講話？哎呀，因為我哋唔俾佢自己上一段框上面。依家我同我香港學生唔係咁難過，叫做小升初係唔會死嘅。問題今日問題有冇今日你立場矛盾地點樣解釋？我話先啦，咁樣有個好極嘅有關立場就話。難曬，並且就唔使翻工，就唔使讀書。但我可能覺得一個點，我頭先話佢都興趣學習都有學習，咁有幫忙呢個係最好嘅幫忙。係啦，咁我今日問題我哋見到就係我對呢樣嘢冇興趣啊嘛，呢樣嘢就係我做我冇興趣做。咁問題我今日冇興趣做就唔想停下課啦，你有冇興趣咧？咪有幫忙，所以依家就係啲學生，咩理解有興趣過啦？我想要樹標本咁樣嚟做咯，咁我想要我想要啲園景標本另外嚟做咯。依一樣學生有得揀嘅喎。係啦，有幫忙咧，今日方案又講唔清楚啦。有幫忙咧，啱啱又同我講，嗱啱啱有幫忙，啱啱同我講話自己揀題目，之後咧又同我講學校咧俾咗題目，咁咧有幫忙，依係自己揀定由學校俾佢啊？係有幫忙標本啊，學校俾嘅，即係標本入邊樣本嚟，學生自己揀咯。呢個咪就係自主權嘅位啫。即係最後問有幫忙一次啦，我唔想翻學，係咪可以唔翻學？啊！真係有啊！而家我要學生做個樹標本，我啱先做個籃球，我收翻個樹標本點樣幫你籃球員發掘自己興趣，發掘佢賺係嘛？我識嘅咧，今日有方都明白咗啦，興趣同埋大細都攞個平衡點。我話先再問有方，暑假需唔需要學生？暑假都要問問題，學生自主去決定，係老師由家長、老師由學校唔家長給予一個引導地位，俾機會佢哋自主選擇，而唔係點樣俾你強制性，俾你乜都唔好，乜都唔可以教俾你。教佢哋做咯，多謝幫我承認咗啦。而我哋個老師同學生有部分轉變嘅時候，係攞嗰陣係個學生係冇知識，係因為佢唔能夠自己決定點樣，唔能夠控制到自己做唔到功課。而家就俾落嚟框架佢哋，然後佢自己再發揮佢哋創意，呢樣嘢就係培養到佢哋自主性咯。我諗咩有問題？今日我唔方唔同意噶嘛，求其諗一個係你要採納嘅標準，安裝求其立生效唔緊要。今日有乜你問多出我哋，我係咪承認？我識嘅答案，放心輕鬆啲。諗通明阿福，嗰位幾時又俾我講過書嘅訓練，佢哋好輕鬆啲。小雅，我一直都講嘅係自主發展、興趣同家庭關係。我想問阿福，你喺邊一個位咧聽到我哋講壓力同輕鬆㗎？有方全面一初都出嚟同我哋講話，一暑假上呢個生壓力好大，我相同位全先嗰個有方一開波。而家整翻轉頭，我冇講壓力同埋，我一直咁樣係自主學習、自主發展啦。OK 啊，我話相同點解有方都明白，我先有所學。即係一兩方嘅分歧咧，在於需唔需要強制性。但我方咪就更加平衡落嚟咧，我方方係平衡到自己，平衡論證咯成效啊嘛，論證咯學習成效。既然有方亦咁樣學習嘅時候，咁你不如出嚟同我論證下，俾你方嘅自主方學習，幾多唔會學習啦？嗱，今日見到有方嘅係咩啊？你今日就係逼佢做嗰份創新嘅功課咯。其實講到底嘅係乜嘢？就係、是、你俾呢一份標本嘅一個報告佢做嘅時候，你已經限死咗佢可以做啲乜嘢，大家明唔明？即係跟住去到呢個時候嘅時候，論證方已經做咗嘅。如果大家好嘅，多謝有學校自己就承認咗啦。而學生咧係需要老師嘅引導，咁我方就幫我哋同你講話，原來你可以去
計劃要求學生要做報告，你可能暑假時候有壓力嘅時候，咁你做一樣嘢就係同時能夠培養到同啲人嘅關係，同時你都可以學中文嘅模擬法啦、寫日記啦，又可以去户外大自然探索，你可以學識唔同嘅植物，又可以做上升，呢啲就係我方想做到嘅嘢。多謝各位。咁啊，第二自己承認，主編自己
約出話，原來做功課做三至五個鐘頭好大壓力，但最尾嘅時候都甩咗，而家個情況亦都承認咗，其實而家我哋嘅方案係能夠解決到初二式中學嘅問題。第二股咧就更加誇張啦，就同你話淨係休息就係瞓覺都冇問題，冇有需要，咁啊就係會做到一個情況，就係你將啲學習嘅進度推落去下一個年份，更加會做同學生倒退嘅情況，因為我又唔顧及佢哋休息時間，又唔顧及你開學之後嘅休息時間，令到佢哋好趕急，亦都唔顧及你嘅學習進度，覺得只要暑假就係放假就有用，如果倒退嘅話都冇問題啦，因為我哋完全冇顧過噶。其實學生做自己就係風箏，要飛得高、飛得遠，需要嘅係操縱者對佢風箏線嘅控制，要鬆弛有度，要佢引領住風箏先能夠隨風高飛，無藏喺藍絲之中。我哋作為各位一個好嘅教育體系，就係正正要好似軍衡咁樣，能夠用一啲簡單或者係老師俾嘅框架俾個學生，由佢哋自己再去思考，一步一步咁去探索大事，再靠佢哋去自己去研發自己有咩方法去做，最後回報俾老師。反省翻佢哋學習有啲咩問題，咁呢個就更加源自學生自主，老師都能夠督促到嘅培訓局面咯。多謝各位。換言之，佢從來都只不過係一個縮影，
呢個象徵住由小學開始就再冇機會跳出社會嘅框架，點可以順應住潮流行落去嘅屬性？無論形式點樣改變，都依然萬變到你其中。而家呢個世代，若只係為要學習，父母就會覺得忘記歸收、揾陽性，係件好事。但當我哋想將音樂視為終身奮鬥目標嘅時候，父母劈頭第一句就問你：你係咪想要我冇錢？夢想年假呢件事人都識講，但有幾多人諗過？每人將夢想空間就被壓縮，跟一個被決定嘅人生就係需要嘅人生咧。多謝各位。再多一後場去應該呢個
呢本嚟問，可以都話翻多少少俾我聽，其實暑期作業點解要予以取消咧？即係你個方案得唔得？有時咁佢本來暑期作業呢樣嘢有問題，咁你落去再用多啲咯。而唔係可能你最後都係不如同我講話，其實咩親子家庭啲好重要啊，即係你可能要再講多啲，先會些少。咁所以落去反方咧，我又會另外諗一個問題，就係即係我唔知反方有冇預計個情況會就如呢啲位係不斷咁強化嘅啦，即係股票問題啊，咁樣到私人啦，我唔知有冇預計過。咁如果冇嘅話，咁我諗可能即係呢個可能下底會唔會話即係要準備定咩嘅，或者其實我覺得即係反方其實好簡單啦，咁啊其實你聽到情況就話俾我知，總之就係你挑剔我哋個方案裏邊我哋做得唔好嘅地方。咁當然咧，我唔否認反方有啲位置。到最後咧，你真係係 free 講咗出嚟話你就算嘅，可以佢啊佢成日問住，即係佢同樣問，即係其實我係唔理解，即係我真係你說服唔到我，點解執標本就係算嘅出嚟回應就能夠可以令到你，因為而家我哋講嘅小學生，即係香港嘅小學生唔係話淨係對字有興趣，即係今日大家講個所謂嘅成績都唔係淨係話啲咩，因為成績都係要同佢學習相關構面噶嘛。咁你有冇將中差嘅關係論證都講咗出嚟咧？我有少少。即係當人性與動物學要講，佢哋可以解一個成語問題，好似真係中文相關。咁但係執樹葉嗰個，我自己覺得有少少有啲奇怪咧，都解唔到俾我人聽佢。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位置上面，其實反方可能都真係都係解釋，因為佢有上嘅安排去處理辯題嘅時候，可能都要諗定多少少，話到有啲點解喺你哋口中攞到公帑能夠符合到學生。你哋一方面就係要去學習，因為學習效率得到佢，即係點樣鼓勵到佢，到佢二點六個月嘅數學，點樣到佢兩個月嘅理解，咁可能執書就同你解釋咗咧，解釋唔到嘅話，可能呢個係少少問題。另一樣嘢，呢個同時間呢樣嘢都能夠承住得，而唔係而家有整個觀感就係你嗰個嘅兩個方案係當面講咗出嚟，咁但係咧，至於呢一個同你實質上原來你舉個例子咧，係好似唔係好對路。咁我唔知可能例如會唔會係係係因為其實我知道而家現時應該有啲小學都係有一啲嘅功課已經係轉換咗形式啦，係咪？係啦，講過下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嗰啲學校係點樣做咧？點樣喺佢哋嘅功課入面都已經能夠做到啊？係一方面有學生成長，一方面有事務咗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嗰個點樣處理有冇些事？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成績都好差唔多，兩邊都係。佢老後其實我都係冇話覺得邊邊打得好啲或者差少少，或者呢個喺我一分子我係真係一兩分之差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咧，反而我哋咧亦都想講少少，又係會影響到我去最後去評分咧，又係一啲就賣啊，唔好賣啊，所以就唔好賣啊。即係我諗，所以我諗今年先係唔發現有。今年咧，我覺得今日有少少可惜嘅，即係我覺得今日把正方去處理今年。咁咩意思咧？我咧正方團員係唔好意思，我想講呢啲嘢，即係我喺公辯呢個環節係應該要諗下點樣去善用佢啦。因為反方真係明白，反方可能都認為即係好似嗰啲嘢都比較難理，咁但係咧可能同埋可以嘗試一下，即係公辯你知道我哋個時間佢嘅時間嚟噶嘛，即係可以你可以話你咁樣咯。咁咧我可以幫啲時間去嘗試消佢時間，但係佢又係唔係？咁對唔住，解釋嘅時候裏面可能好簡單，要將佢要捉住你個係，我係咁樣去一路。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有少少蝕底嘅呢個位置上，咁呢個可以考慮。如果日後仲有機會去做呢啲嘅時候，去點樣安排啦？咁至於 Freddy 就真係好散亂嘅。我 Freddy 咧呢個位置真係聽到太多嘢唔同發生，我都冇辦法好好去歸納佢睇下發生咩事。好嘅，歸納佢，即係 Freddy 太過散亂啦。咁呢個就係另外就引申咗我想講咁大啦少少嘅位置，即係我今日都好奇嘅一場比賽，我覺得我喺負面可以。控制下自己嘅語速，呢個都真係，係即係我本身，我對於語速我都唔係一個非常之有要求嘅人嚟，即係我成日都講，因為我覺得可以，係我可以好快就想講出嚟，但係去到我個位置，當你如果真係快到，我唔肯你，即係如果你留意啦，我哋睇下片啦，我唔知你係即係好快講咧，其實你個腦已經好波折過嚟，我都用語有時候，即係啲風度翻啦，有少少嘅平衡，可能觀感上面有啲問題，我唔知啊。咁到最後兩位結辯出嚟去講翻嘅心態，嗰兩位結辯都好能夠去心態做到成場嘅比賽嘅，係啦。咁我覺得反而嗰個嘅風箏嘅比喻啊 OK 啦，我完全理解到咧佢講啲乜。
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兩個結面都係其實喺最後你想去升華嘅部分係咪可以再延伸多少少去講講其實打工人即係每一面就講講話學生到底係要點樣去成長到落去咧，你想變一個點樣嘅人咁？我覺得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我哋今日我哋討論嘅結面係喺個教育嘅即係從一個教育嘅角度考慮老師啦，即係從一個教育嘅角度去出發嘅時候，其實你覺得一個小學生佢應該即係一個教育制度應該點樣去幫助到佢咧？即係正方會同佢講話啊，係要老師要家長去引導，反方話咧，我老師會引導咯。咁但係我點同家長喺度角色去做邊個咧？即係反方會話咧，咁嗱，你都攞咗啦，要老師引導啊，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咪要老師去創新，去俾一啲嘅嘢佢去做。咁正方就出嚟同佢講話咯，我唔記得講咩啦。咁但係政府其實可以再多少少加上都做呢個事，加上都已經做到啦。即係而家好多家長我講睇呢啲興趣班俾佢嘅話，咁而家你老師會做咩？啊，即係呢個又係可以去思考多少少嘅東西咯。我哋覺得，所以大家所以呢樣，所以大家去睇下。Gracias.